啊，如果这个状态一直在的话，我们肯定会迅速把它清理掉，然后相关以后的这个防护措施我们也会补强。如果说我们第一，我们先清理吧，第二我们加强这个防护措施吧。防护措施就它里边肯定有一个宣讲啊、教育啊，或者是组织吧统一，我们来调查这个事情。如果说谁清理这个垃圾，他有不相关法律责任。